妈咪，你为什么要睡在我的新裤子上面？哦，你就踩呢。说话啊。就困在你死你。啊。干嘛瞪我？因为你喜欢跟我听。你为什么趴在我的裤子上面啊？去看你的菜火车啦，进去啦。啊。有没有觉得我很会运镜啊，猫咪？你很吵啦。然后你都不理我，偷偷看我。你怎么搬到这里啦？还瞄我？顶脸看你口口讲话有够烦。要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哦，谢谢。喵喵。